我们菜现在完了吗？是的。你菜没上够啊！我这个点了30个，这个点了30个。这边用餐时间还有10分钟了。我今天等菜就等了1个小时，上菜老慢了。您是老板是吧？对。哎呦，这。哎，兄弟们，晚餐时间到了啊！必须装杯，走。可以啊，就是订这桌子够大，够咱摆东西了啊！从头摆到尾，2小时哈。行，那就别倒水了，不用浪费。鳌虾可以不限量啊，这可以啊，鳌虾。哎呦我的妈！哥，啊，点点。三文鱼来劲，日料的主攻方向是啥？兄弟们，就是刺身。你盯着它的金枪鱼、鳌虾、甜虾、牡丹虾，你自己立，你敞开了搂就完了，知道吗？第一波已经搂了它5000亿了啊，就轻轻松松搂它2W。嘿，这喝的真不错啊！哎，棚子，我破釜一拿，破釜。哎呦我，真行啊！大拼盘，看着就很奢侈啊。这是咱空调楼，这是先给你上来，先暖暖身子啊。小东西真丰富。哇，哎，真不错。吃啥？哦，好的，牛肉粒，我闻着就香，牛肉串串可以啊。扇贝，哎呦，龙虾上来了，蒜蓉小青龙，一人就一只啊。好的。我们菜现在完了吗？是的。你菜没上够啊？您看是。我这个点了30个，这个点了30个，就这俩东西没上够。行，我现在给他收钱，那就。就是你按我们的量上就行了，我们绝对能吃完，吃不完我给您赔钱都可以。啊，这您放心。虾终于来了，兄弟们，哇塞，表弟可以开始干活了。简简单单又得一餐，天天都是小龙虾，烦呀，兄弟们。小青龙啊，哎呦，嗯。哎呦，吃一嘴饭，哇，这小青龙个儿忒小了点，你看这，嗯，看这小青龙棒，哎呦，全是肉啊，嗯，是不是今天的虾难度有点大？这熬虾太难了，可以吗？张口喝的啊，哎，掺个牛子，哎，棚子，来，兄弟们，找一个。哎呦我妈，真难喝！哎呦，以后还是别瞎配了啊！你我操！这全进口的，我怎么吃待会儿？这光中有的可以，你给他吃，我不吃了待会儿。哎呀，我不吃。玩自己播吧，这是限量的啊，这个是不限量的。你看这个头，颜色都不一样，你看这多漂亮！哇塞，看这肉，特别透，特别白，像块。
哇，吃饱喝足，这不又撒撒一撒撒了吗？哎，没尝胃口，凑合吃点得了啊。还云呢？没有胃口，没有胃口，今天天凉了。可以用颜值买单吗？那估计都能带好几个人过来。哎呦我，这吹捧的我很舒服啊。哎，看一下，过了啊。今天消费1197啊，除了上菜慢点，其他都挺好。哎，嘎嘎地。哇，这么大！哎呦我天，豪华不豪华，兄弟们，这品牌，哇塞！你们好，没事。哎呦我，哎。兄弟们，今儿刘灿的宁波了啊！哎，你看刘灿这个词用特别好，熬银，盘他，咱是多少钱一位？这个是498或358两种价格。收起。四九八，吃好的吃贵的啊！这样菜是啥呀？吃冬腐。哎呦，好嘞，点上点上。咱这海胆是这种鲜的吗？鲜海胆。哦，哎，那行，先录他多少个？50。哎，对了，好好炫着，要不然对不起你今儿做这发型。弄什么？牡丹虾来30只，吃啥？好嘞，这烤小牛排、三文鱼，来半斤吧先。牛舌来10个，啊好，为什么这是鱼还是虾？这我怎么看像龙虾呀、啊？蒸和牛哎，这可以啊，来15个吧。西班牙火腿，好的。今天限量菜，法国允许一下吧。哦，这肠，哎呦，这鱼长得好诡异啊。好嘞。好嘞，哟，这快快速度嘎嘎的，那还没吃的哐哐上来了。我估计厨师在厨房绝对到处冒出火星子了，很少有饭店这个供货速度能跟上我们啊。鳗鱼，哇，活下了吧？哎，好嘞，这大牛肉，热气腾腾的，嘎嘎棒啊，兄弟们！哇，这么大！哎呦我天，豪华不豪华，兄弟们，这品牌，哇塞！哎呦我最爱的大海胆来了，奢侈啊！我一看两眼都放光了，你知道吗？简简单单露个下午茶，哎，咱就有这个条件，我跟你说，特别有食欲的菜啊，牛肉特别薄，嗯，一口玉龙，我跳楼吧，了解一下，嗯。哎呦我，嗯，感觉吃的像青菜，嗯，怎么还来个擎天柱？哎呦我，哎，来搞一个，哎呦我这么多沫子，跟说不说，这海胆是真大呀，兄弟们，特别肥啊。接下来是吃自助餐回本教程时间啊，看这一盘，这除了颜色有点不对，其实哪哪都对啊。嗯，哇，太香了，过瘾！哎，搞个鱼778，这颜值我也是醉了。它是一股奶香味，你知道吗？加刺身，看这小肉像鱼一样。哎呦我！海胆再搂他20个，这个菜叫瞎扯淡。再来5份，看怎么是牛小排、五花肉、海鲜炒乌冬面、牛肉炒饭，还有红烧鲍鱼饭。下单下单哦，海胆，好嘞。哦，五花肉，哇，我的最爱。哇，好小的小排呀！啊，不知道你吃的人话。来，我先扯个蛋。上面有个有鹌鹑蛋。第二波菜还没上，主食全上来了，全是炒饭，哈哈，各种饭啊，这炒面看着还是不错的。
哎呦，姐子妈，哇，阿丹，嗯，鲍鱼捞饭，嗯，不吃了，菜。哇，这鲍鱼饭真的可以，小姐，鲍鱼饭再帮我加五个。他来了，我等着快睡着了。干饭人的一天就结束了啊，我们可以打道回府了。今天这个电影宁波的家人们圈了我们好久了，还挺实惠，起码上菜速度挺快。今天消费1494，哎，嘎嘎地啊。